来吧，来点这个鸡精都出锅了。好，肉末有点硬哈。嗯，现在早上6:56啊，睡着睡着下大了啊，赶快收拾帐篷，哗哗的漏雨。看了天气预报，11点钟下，没想到下这么早。我们这个帐篷带天窗啊，昨天晚上也没糊上，赶快行动。给大家看一下吧，今天的这个天气哈，这一会儿雨又停了。帐篷啥的都淋湿了，装好了。7:28开始出发了，西安方向570公里，能跑多少跑多少。跑了28公里，到这个长治西二环了啊，在这边吃个早餐。呀，走到陕西，看见那个小镇胡辣汤了。是。河南的胡辣汤都跑到陕西来了。那厉害着了。胡辣汤鸡蛋3块钱的豆腐汤啊，等着吃饱的了啊。还是陕西的核桃满人，出门在外不能微波炉的是吧。嗯，呀，红虾味加点肉好吃点了。12元，先整哈。嗯，不能。来点这个鲜奶。20000。哦哦。几块？摄影师180迈的速度往前跑。赚了那是。啊？啊？跑慢点都抖到裤子上了。哎呀，智商呢？你说吃了都往这里边窜。市里边咱就不去了啊，找个地方去买买菜。我这也是头一次买狗粮哈，原来这里边有肉，有牛肉，有鸡肉啊，这个各种那个啥啥啥荤素都有，还挺不错的啊。11点还有鱼了。嗯，今天大鱼了。是，抓紧找个这个带五的露营地，接着赶路啊。看这样子，这一场雨下来肯定很大啊。现在我们又上山了啊，这个山路啊，海拔1130米，太高了。这车马力太小了，爬这个山还是很吃力的。30公里，天终于晴了，没冒紧了，咋了？雨刮起不刮啊？下家刚换了新家伙，不是大白天刮，啊，下雨都不刮，一下雨都不灵了，对，都不动了都。哎呀，主要是这线路接触不了，没啥。白花钱，谁道啊？是个臭袜子呀，擦哪把臭袜子？那要是多买几双袜子中了，那比雨刮区30-40块了。正儿八经了，买几十双袜子了。
过固县，然后这个旁边有一家菜店，买了点菜，买了个鸡，买了个辣椒。对，晚上又是丰盛了一顿。买了六个馒头。啊。这个、路上那个买菜不好买，正好路过，然后就方便了。买完，买了一天的劣菜。嗯。行，出发吧。接着干喽。嗯。现在11:50啊，跑了一路，没看到这个合适的房子露营，哎呀，主要没找到哈，搁这加油站接点水。大黄，大黄，又跑了10多公里哈，看到这边有个这个小。所以说民这啥啥啥一这啥房出腰呗，这算是出腰呗啊。看这里边能露营吗？挖了一个洞的是。呀，这里边些干了，你别说。是。还有柴火啥的了。嗯。是吧？这里边些干净了。没住过这屋子了，有一股那个这个老家的那种沉闷的这个味儿啊。那边还有一间，去看一看。这里边有个油桶啊，还有凳子。咋样、啊、这个地方？这屋子是不错啊。这说的门儿进不去、啊、进不去就再找一个去吧。走。哎呀，这个开着门的哈，这个也不方便啊，再去逛一逛吧。小雨下了一天了，现在2点了还在下。嗯，在这里做个午饭，做了午饭咱们再找这个合适的露营地。对，这边有水有树林啊。非常好呀，这个小环境没着了啊，有山有水啊。今天中午的伙食是鸡蛋炒肉，是吧？啥家伙鸡蛋炒肉啊？你买鸡蛋辣椒炒肉，辣椒炒肉啊。这锅用了一天啊，都爆浆了，哎。不好整。这会儿熟了，辣椒不看吗？马上都熟了。还是肉熟了吧？肉熟了，看着吗？不是不恼了，来吧，来点这个鸡精都出锅了。好，哎呀，来了啊，哎呀，熟了啊，嗯，老磨有点硬哈。嗯，哇，这羊肉出来了。上回去贵州下了一个月，这都静食了没两天，好天又开始下了哈。这正好下雨。嗯嗯。不是咱老家是不经常下雨。嗯。下雨就是下个一个俩小时都不下了。鸡加的鱼。嗯。这跑了有150公里了。嗯，有了，也得中午了。嗯，没吃过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过来，别跑大了那里。嗯，把这锅的肉都吃完啊，别剩了。嗯，辣椒不辣啊？这辣椒？辣椒不辣，这磨光掉磨身的。嗯，散。没准没热热都好了。
失望了。是。哎呀，那雪碧的盒子中上完别弄汤了，下了个雨。嗯。今天这个小雨下的啊，明天还是这样啊。呀，这个炒的菜少了哈，嗯，蘸点吧，蘸点汤，嗯，真香。接了点河水，把碗洗了洗哈，洗干净了。晚上不好搞呀，晚上这个露营地得找个小房子最好了，破房子啊。